الحمد 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ه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على اله وصحبه ومن والاه وبعد ف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ه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大家好我們繼續和大家學習伊斯蘭信仰基礎課 دين السلام 错误的理解，伊斯兰的危机大幅度的升级，这就是造成有些人仇视伊斯兰的人和一些无知者对伊斯兰进行了丑化和描绘成暴力、恐怖及极端形象的原因。那么，事实上，伊斯兰是一个和平的宗教。第诺种色伊斯兰的名字本身即排成语。 和平，这个呢，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已经学习过。它是呢、Al，爱利斯拉姆是派生于 “selam” 和平这个词，平安这个词。而且，和平 “selam” 是阿拉的尊名之一。阿拉有个名字呢，美名，被称之为 “selam”。同样，于信伊斯兰的人被称作 Muslim 也是呢，从 “selam” 这个。 此当中排成出来的是和平人士，维护和平的。那么穆斯林以此在古兰和圣训当中多有提及。作为伊斯兰旗帜下的每一位穆斯林，在当下这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呢，有责任阐明伊斯兰的真实和崇高。那么，伊斯兰在人际关系当中也是呢。 倡导和平的伊斯兰呼吁以互视互助作为交往的基础。伊斯兰为人类生活所制定的基本的原则，便是安宁、和平和稳定。那么，这是呢毫无怀疑的。那在伊斯兰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还是国家，凡人类关心之根本。 就在于主持正义，比如，互相互视互助，并非呢侵略压迫恐怖冲突。假如我们细心的思考伊斯兰的理念，非常明显的可以发觉到。 伊斯兰的根本的目的，乃是呼吁全人类实现包括今后两世全面的真正的和平与成功，今世的安宁、稳定与后世的永久的乐园。正如阿拉素罕达拉在古兰当中所说：“你们当中应当有一部分人导人与至善，并。” 全山皆恶，这等人却是成功的人。古兰第三章一百零四节经文。那么这里的“至善”这个词指的是呢？伊斯兰，它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通过阿拉的启示，为了实现人类今后两世的幸福，带给全人类的生活制度。 伊斯兰是试着带给全人类的生活制度，那么这便是伊斯兰的使命和宣传的最崇高的目标。那么，作为一个穆斯林，作为一个和平人士，通过什么来认识认识和平？伊斯兰认为，认识阿拉。 如同认识全人类一样，真正的认识了阿拉，你就能实现和平的这一原则。全职彻职的阿拉，却依郁部分人拒绝接受旨在实现今后两世全面和平的这一正义与互助互视的使命。尽管如此，为了在军事生活中实现。 不分和平，伊斯兰仍然呼吁所有人在正义事业上互视互助，坚决的反对因侵略和压迫而相互仇视、相互相互敌对、相互压迫。阿、啊、拉在古兰当中确立了人类关系的准则。阿、啊、拉说：“中人们啊！” 我可以从一男一女上创造你们所有的人，不仅仅是穆斯林，所有的人都是阿拉从一男一女创造了我们。阿拉说：“我是你们成为许许多多的民族和宗教，以便你们相互认认识。”那么，在阿拉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阿拉确实是全知的。 确实是撤职的。《古兰》第四十九章十三节。那么，互视、互相认识，就像是一根在不同种族、不同部落、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类关系间旋转的轴心一样，有别于一个人知道另一个人名字的更深远的意义。 然而，互市将促使人们相互间展开更高层次的友谊的交流和互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明确的互市必须要以认识到以敬畏和高尚为崇高的理想，积极努力向上。和平的关系本质，把个体。 部落和民族间的友好往来提升到理想的水平，这便是名副其实的多领域、多层面的相互认识。当相互认识的目标在不同阶层的民族间得到实现的时候，导致仇视和冲突，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伤害的危害的风气的领域会。 相对的减少，所以呢，我们说互是互助才会共创和平。互和平是促进目标明确的互是互助，以及在不同民族部落间传播正义的最基本的要求。各民族间的目标明确的互市。 是实现人类社会和平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这个我们要搞清楚。这也是在敬畏和正义的层面上彼此互助、响应阿拉命令的基础。请告伟大的阿拉说：“你们当以敬畏和正义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你们当敬畏阿拉，因为阿拉的刑法确实是严厉的。” 古兰第五章第二节。那么，互视、互相认识的本质，促进了互相认识各方面的互助。伊斯兰将理想的互助定格在正义与敬畏的层面之上，此二者是呢人类在两世和平与幸福的保障。 而在人类间时常发生的以犯罪和侵略、压迫为目的的相互的撮合，则是伊斯兰所禁止的。因此，此二者是呢引发一切战争、矛盾以及点燃危害人类和人类和平与幸福的冲突之火的万恶之源。那么，通过上面的。 论述呢，可明显的知道伊斯兰信仰的共同体的外交关系之根本，那就是和平与互助，以至于呢因偶然的原因所发生的偶然的战争，那都是出于敌人对穆斯林对他们的宗教的侵犯所致。和平是每个人的愿望。 它不仅仅是信仰和安宁的结果，而且呢，出自于呢，没有侵略的原则。伊斯兰对于战争的规定，只在于保护伊斯兰、宣传和伊斯兰人的安安全、平安、缺失的保护、高举仁爱与和平。 旗帜的伊斯兰号召的精神，维护人类有选择，并非强迫。有选择信仰作为一个宗教和社会制度的，那么伊斯兰的自由权，诚如阿拉所愿，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真邪却已分明。谁不信恶魔而确信阿拉？ 谁以把握好坚实的、绝不断舍的把柄阿拉是全知的，是全村的。果然，第二章第二百五十六节经文。那么这节课呢，学习就到这里。